请，两兄请。贤弟，你快点来呀！梁兄，临别一拜学堂，粉笔墙上画凤凰，凤凰头上兄他日登金榜，小小的我，小的登门唱一曲凤求凰。贤弟，贤弟才高登金榜，定有佳人凤求凰。只求我八月雄王上一顶乌纱，落难堪，我真情难诉他难见。树头的桃儿涨红了脸，送与梁兄润润心。哎，贤弟，读书之人重品行，君子不是路边饮，任他梳头长红脸，责他欢心。待主人，同袍有罪不言语，主人不知是主人。兄长教诲弟写过，忽见翠竹盖山坡，一朵暗藏林中躲，松子观音笑呵呵。你看那松子观音的样子啊，似要将怀中子送与你和我、啊、来来来，一同拜谢观音婆，一同拜谢观音婆。哎呀，我说贤弟，你好歹哟，你我弟兄哪个能生儿子？不、哦、你是想儿子了吧？赶快回家讨老婆去，快去、嗯、去去。一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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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
下小火插青火，山上唱歌山下歌，一串串情歌唤醒我，学一回村姑的农夫，壮壮有文科，却为何变作青州乱颠簸？杨兄，哎呀，杨兄。石头，你是溪水最火柔，我是石头岸边流。梁兄，你不送我了？不送了。那我走了喂。你走吧。那我真的走了喂。哎，你哎呦，你慢着。嗯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今天我是一定要把你送过去哦。来，不用。小心。不携手，回当初不
你来呀！啊，梁兄，不要怕，来。梁兄啊，走了半日，有些累了，找个地方歇息一时吧。好啊，哎，就在这里，来。妈。啊啊。响啊，好像是稻米响。哎，贤弟，你看那边有一座磨坊。磨坊啊，梁兄啊，说起磨坊，我又有一笔。你又笔作什么？你看那上下两扇磨，上扇磨转过不停，下扇磨纹丝不动，像不像你我二人？哎，比得好，比得好。那两扇磨相亲相近，正好比你我弟兄同窗三载，情同手足。哎呀，贤弟，这一路之上，你总算打了一个好比方。嗯，好，好。你看那山上我记得船船船，加上我稳稳不慌张，稳稳不慌张。你该。梁兄啊，你看那河面上，哎，一对白鹅。是啊，你看那公鹅母鹅卿卿我我，好似印台与梁姑姑。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这里只有你我弟兄二人，哪来什么公鹅母鹅？你再要乱比乱说，当心我手中的扇子就是戒尺。我，你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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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曾闯至窗。
怎么不晓得哟？你一路上竟把我比成女人，什么送子观音呐、村姑啊，还有母鹅，你就欺负我老师，把云兄当作带头鹅。哎呦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其实那些都是比我的。比你？哦，你堂堂一个男人呐、为何要自比女人呢？我是你说，我是想借我的容貌给你做个媒。你说什么？你借我的容貌给你做个媒？做媒？你怎么不行吗？哈哈哈！哎呀呀呀！但不知这新娘是何许人也？她像我，我像她。哦，你要是相中了我啊，怎么样？就等于相中了你老婆。这么说，是不是我要讨的老婆就是你？对不对？梁兄，对不对？梁兄，听我说嘛。
梁兄、啊、你看天色已经不早，前面已快到横河，家父也已经派人在对岸见我、嗯、你我弟兄就此告辞吧。哎，让我再送你一程。再送啊？难道今日你要送到朱家村，今天就要见到九妹不成？啊？哦不，哦不不，那这么说，你我弟兄就此拜别了。啊、哦，先帝。啊，梁兄。啊、哦，先帝。回家之后，您要多多保重。梁兄，你要早些来呀。哎，梁兄，你要早些来呀。公子怎么还不来是？难道你忘了今天是七月七吗？老爷，天天都要给小姐说亲，小姐是左腿右慈，就等你来，心里像着了火，眼睛都望穿了。梁公子，哎，我看呐、啊。小姐说的对，你呀正像一只歹徒魔。老爷，老爷，你酒喝多了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爷在外面酒喝多了。老爷呀，你在哪家喝了这么多的酒啊？在亲家喝的喜酒，哎，不醉人。不醉人呐、啊，亲家，自打你把银台找回来后，今天一个亲家，明天一个亲家，可银台呀，一个也不答应喏。那一些呀，既是个土财主，我也看不中嘛。这一回呀，就大不相同喽。我们家。不就这么搞个门楼子，还能攀得上什么高门大户？哎，就是个高门大户。夫人呐、啊，这一回呀、啊，总算是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亲家。哦、那是哪一家呀？哎呦，老爷，你就莫要卖关子了。是哪一家呀？老爷夫人，请
请用茶。哦，人心呐，哎，快去秦小姐来，就说老爷有喜事相告啊。喜事？莫不是两家派人来提亲了？爷，你站着做么事啊？快去啊！是。老爷啊，是哪一家的？哎呦，我这心里啊急得像着了火，你还慢慢品茶，讲哦。夫人，贫家是本县首富马福台，儿子名叫马文才，治国秀才。还真是个高门大户哎，老爷，管家媳妇长寿海，治了人好莫中才。我留喜与他常谈官颜色，端庄文雅。不是万古之人才，那我就放心喽。女儿你爱我也爱，不是家婿他莫相谈。夫人这一回呀，我去呀。儿啊，自那日上火赛事之后，这方圆百里呀，人人都知道我家出了个才女。你为我朱家增了光彩，为父我这心里呀，着实的高兴呐。哎，老爷，你不是说有喜事相告吗？到底是什么喜事？你快讲啊！你这丫头啊！比小姐还心机哦。哎呀，爹爹这一回呀，总算是给你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婆家。哎，那是不是但不知将女儿许配哪家？这个人家是保你满意呀，女婿不但是文采好，相貌好，这待人呐、也忠厚老实。是啊、老爷，你莫要卖关子了，到底是哪一家？你快讲啊！好，他就是赫赫有名的马太守之子马文才。女儿不嫁。什么？不嫁？你怎么又不嫁？这么好的人家你都不嫁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哦？老爷，嗯，英台呀，
这门亲事娘也为你仔细想过，那马家不但官高财富，那马文才你爹爹也见过，他端庄文雅，不是个纨绔子弟。哎呀，这门亲事我看你就答应了吧。母亲，爹爹死到如今，孩儿就实话是说了，女儿婚事我已自许，她不来娶，孩儿我终身不见。你怎么做此傻事呀？你自许活人将同窗好友结拜济南的梁山吧。果然是上钩你那个放牛娃穷书生梁山奔。梁公子人就是好嘛。好好，你每次送秀莹回来就说梁山奔是如何好，在银台是如何照顾与如何体贴，我是越听越不放心呐、这才言辞召回银台寻求嫁去。可是你回来以后呢，又想返回，我要派人心去，我就更怕更疑。看，看，今日果然是真。老爷，梁公子与小姐有结拜之情。结拜，结拜，我就怕听着结拜二字。结拜有什么不好哦？我与梁公子的叔同四九也是结拜兄弟。什么？你也有结拜兄弟啊？那你也自学婚姻。哎呦，愁死猪！你还晓得愁啊？你们串通一气。爹爹，你给我下去。爹爹，你给我下去。是，爹爹息怒，女儿之死不必迁怒人心。好，那我就来问你。我问你，你去杭城之时，我是怎样的交代于你呀？你要我专心攻读，不许贪玩，女儿我用心多了。好，好，这儿呢？二要我长思父母，勤学家书，女儿我写了。好，好，这三呢？三要我谨遵祖训，守身如玉，女儿我亲亲伯伯而去，亲亲伯伯而回。你还亲亲伯伯而回呀？你死定终身。爹爹，你往你父母脸上抹一把黑灰，你将我朱家名臭乡里。你给我与梁山伯一刀两断。啊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银牌呀，自古以来女儿家哪有自由身，你就断了这份情吧。老爷，爹爹，母亲。情本无心中，却在心中生，是仙又是命，有心却无心，不是火边草，不是树上啊。
丝丝缕缕，结成的千丈青梗，千丈青。这祸因至死，还求父母你允孩儿吧。儿子，你起来，你起来呀！你听听哦，这哪像是知书达理、名门闺秀讲的话哟？老爷，这都要怪你哟、哦，就是你想要她做才女。自古以来，那才女多是情女嘛。英台儿啊，你怎么就不明白父母的心呢？啊，天底下哪一家父母能让自己的女儿女扮男装出门读书啊？哪一家父母能为了女儿的婚事挑了一家又一家？我这不都是为了朱家，为了你吗？爹爹，像我朱家虽有高楼良田，可不是书香门第呀，我总想让你成为才女，将来盼得乘龙快婿，也好把我朱家门楼往上抬高啊。可是你呢，死定终身，走出这荒唐之死，传扬出去，你将我这把老脸往哪里搁啊？你要毁掉我这朱家门楼哦。老爷，爹爹，我不将马家婚事退掉，带梁家前来明媒正娶，到那时用我们朱家名声又有何损呢？哎，老爷，是不是再商量商量？爹爹，糊涂，你糊涂啊！那马家的婚约能退吗？那马太守要知道是以你和梁山伯私定终身而要退的婚，不但我朱家要遭殃，那梁山伯也难逃婚祸。马太守的红笔是可以随意点的，御驾之罪何患如此啊！心中
中只有两岁，我要么嫁给马家，那还不如死了的好。我不哭，刘司令，我不哭啊。啊，发人归秋。爹跪下来求爹！天哪，天哪！梁秀英，你怎么还不来？你怎么？你们来呀！什么季节了啊？哪里还有桃子啊？哦，现在是秋天。嗯，对，秋天了。一座庵堂林中多，种子观音笑呵呵。你看种子观音那个样子哟。只要把坏种子
送给他与我一同拜过观音婆。哎呦，公子哎、啊，公子你还没有娶老婆，四舅我也娶不上老婆，还拜莫是送子观音呢。快走吧，前面就要到横河了。又到横河。哎，公子啊，你看，河上飘来我一对。是夜的夫妻喜庆过，公子你又来乱比喻，你不见此我后面叫过过，一路好似在梦中过，子舅哎，你也是一只白头。抬头，哦，我，哎，公子啊，有条渡船，哦，赶快过河，哎，快，啊！哎，公子啊，我先到庄上去通禀。好，我到那边去整整衣襟。嗯，快。喂，请问这是朱员外府上吗？来着，来着。姐。是哪一个在这里请示鬼叫的事？是你，四九哥。哎，你，我是任性呐。任性。啊！哎呦！任性的祸是别女人。那火中洗过澡，吵死人来笑死人。四九哥，你快去请梁公子，啊，我去禀报朱小姐。朱小姐，咦，怪事，怎么都变成女的了哇？哎，公子。